生气啦？先给宝宝吃饭你就生气啦？你才跑到角落里面呢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快出来吧，马上给你弄饭，快出来，出来，快，快，红红，你爸爸，你说别生气了，去哄哄他，快起来吧，糖果，别踩着了，你不玩，不玩你别踩住呀，好，马上给你弄饭，快起来，不高兴啦，你的尾巴一甩一甩的。糖果，快来哄哄爸爸，说别生气了吧，别生气了吧。你不吃饭了，绝食。别生气了，快来，快起来。哎，你别抓着嘛，给我，给我。快来，糖果。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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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消消气，以后先给你吃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拿你孩子撒啥气了？快来，以后先给你吃饭，再给他们吃，好了吧？哎呦，快出来吧，快出来！爸爸真生气了，咬你们了，快去！脾气不小，脾气不小。多给你一盒罐头。晚给你吃点饭就生气成这样，出来吗？出来啦，好，接着吃吧。